好，讲到辣妹哦，你知道拜师学艺却不知道该找谁吗？不要烦恼了，美国一个年轻的创业家，他开发了一个 DIY 的教学网站，请来了网络上人气爆红的辣妹穿上 bikini 当教练，保证能够让你轻松学会各种技能。In this video, Julia will demonstrate how you can unshrink 100% cotton clothing.Using white vinegar and a sponge, dab your shrunken garment thoroughly. Be sure to cover all areas, especially bands and collars. And let sit for about 30 minutes. And place into your washing machine. After 只见被辣妹丢进洗衣机用热水洗过的棉裤，拿出来穿在身上真的明显变大，看起来不再那么贴身。网站 iCandy.com 一开站就推出15支短片，课程五花八门，从换轮胎、修水管、刮掉冲浪板上的蜡， Your board will be wax free and ready， 甚至到教你如何在家盖出一座环形视听室。这些原本很吃力的工作，在辣妹电力超强的眼神鼓励下，全变得不费吹灰之力，而且点阅学习的网友也更愿意不断温习，教学变得非常有效。网站创办人以自己的网络学习经验创办了新网站，他坚持提供网友高画质影片，而且每个星期都会推出新影片。中央新闻王哲宇综合报道。